棋行天下，其乐无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顶级赛事文评论道栏目。在过去的一周里，黑白世界依然是精彩不断。在节目的最开始，让我们首先来一起回顾一下。9月11号，第十届剑桥杯中国女子围棋公开赛半决赛在中国棋院结束，芮乃伟和王晨星分别击败鲁佳和陈一鸣，成功会师决赛。决赛三番棋将移师上海，择日再战。9月12号，第16届中韩围棋天元对抗赛在韩国济州岛战罢，中国天元陈耀烨九段2-0零封对手韩国天元崔哲翰九段。此战过后，陈耀烨对崔哲翰已经豪取8连胜，并将中韩总比分扳成8-8平。9月13号，第3届中国常德杯世界围棋名人争霸赛在湖南常德柳叶湖落幕。在10号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围棋名人姜维杰九段不敌韩国名人朴永训九段，好在他及时调整状态，次战力克日本名人山下敬吾九段，成功复活。在13号进行的决赛中，网名嗜血狂人的姜维杰不负众望，凭借赖以成名的屠龙绝技，成功猎杀朴永训的大龙，获得中盘大胜。在复仇的同时，也将30万元人民币的冠军奖金揽入怀中。好，聊过了奇人奇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守寻五段为您带来首届中信银行杯中国围棋电视快棋赛的精彩集萃。之后还将由曹大元九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带来2012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4轮周瑞阳五段与连笑四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首届中信银行杯中国围棋电视快棋赛的精彩对局片段。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进攻。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围棋的领域啊，进攻实际上是很体现一个棋手的天赋的一件事情。相对于防守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进攻的难度会更加的大，因为防守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算到一条路就可以了，就是说我只要想到怎么把七个棋啊安安稳稳的做活就达到目的了。而进攻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对方各种的抵抗所以说进攻相对来说比防守的压力更要大，那也是更能够体现出一位棋手的天赋的这么一个领域。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棋是8强战中罗喜和对阵钟文静的一盘精彩对局。那罗喜和呢，也是作为70后的棋手，在本届比赛中有不俗的表现。现在可以说是在老将当中也是很不容易的，有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棋局，边看边聊。这盘棋呢是罗喜和的黑棋。在棋盘右上角，我们看到这个作战中，白棋是取得了这个相当大的实地，把黑棋的这个角吃掉。那黑棋是通过弃子把白棋这3颗棋筋吃掉，在外面形成了一个后势。那利用后势呢，黑棋对白棋这块棋发动了猛攻。这个猛攻的结果是又在棋盘的这个右下方再次形成了一道后壁。那这个时候的形势毫无疑问是黑棋占优的。从全局来看，虽然黑棋死了一个大角但是黑棋是非常主动的。这个时候轮黑下，那下面下一手应该是毫无疑问是必然的一招，就是这个挂角这挂角当然是经营下边当然是最大的一手棋。这个时候呢，白棋当然不能就简单的小飞比如这样的话，黑棋下边完全实地化，那么这个黑棋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说白棋实战也是选择了夹击这招棋绝对不是加攻黑棋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自身防守去破坏黑棋下面失控的这么一个目的。黑棋跳，这是当然的白棋正常走这个，这还是不行，这样黑棋把它逼过来这颗棋子依然是非常的苦，所以说特殊场合要有特殊的下法。这个时候白棋拆二
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要破坏黑棋下方的这个模样，下方的阵势，黑棋拐阵。啊，这个时候呢，白棋的下一手，我觉得是形势所迫，他下出了一招比较不常见的一手棋啊。啊，按说黑棋拐阵之后，白棋这个拆二这两个子，现在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正常来说呢，就会考虑比如说这样去做活，啊，甚至是在这边行棋，比如说这个委屈一点的话就小尖这样做活。但是这个全局的形势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白棋虽然右上角吃了一定的实地，但是目前的局面是黑棋明显优势，所以说白棋依然需要拼搏，他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个下跳。这招棋的目的是首先先把角守住，先把自身的这个左下角的实地守住，然后同时呢留有了一个不过的手段，啊，比如说你黑棋想要进攻白棋，这招棋是很容易想到的，啊，从下面灭眼，破坏白棋的眼形，啊，这样的话呢，白棋可以拖过，啊，这个地方它留了一条后路，啊，这也是白棋这招小跳的一个用意，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跟着它尖，啊，这样它这两手就便宜了，那么它再去做活，比如说再去这样拆一做活，这是白棋比较理想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局面就出现了，就是考验黑棋，考验逻辑和九段，他如何去进攻白棋这两颗棋子，啊，这对黑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是优势的局面啊，而且是要考验你的进攻能力啊，这进攻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呢，对于逻辑和来说，现在的局面也不是很好处理。但是我们经常说罗喜和是一位天才型的棋手，啊，这样的局面也难不倒他。好，我们来欣赏一下他的下一手，我们来看看黑棋是如何进攻的。实战呢，黑棋是这个拖，啊，这招棋可以说是绝妙的一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啊，这拖首先它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破坏白棋的眼位。那么最简单，它是希望你从这边搬。啊，他退，这样黑棋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比如说你白棋再去这样拆一做活的时候，这个黑棋可以考虑从上面点，啊，这样白棋局部来说眼位是不足的，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向上出头呢，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黑棋上面都是子啊，这都是黑棋的这个援兵，白棋也是很难出头的，是很苦。那所以说，如果你搬一下的话，这棋就是做活起来难度就非常大了，很有可能，就把自己吓死了。这白棋搞不好就要死棋的，所以说他这一拖呢，让白棋不能从这边搬。但你如果从这边搬怎么样？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也不行。从这边搬的话，黑棋是会长。啊，白棋，比如说你如果接，这样黑棋拐。这个对杀刚好是白棋满一气，比如说你顶，这样黑棋加，这白棋满一气是不行的。那所以说这一拐的时候呢，白棋就已经这颗棋子就已经被黑棋吃掉了。啊，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贴，但这个贴呢暂时也不行。白棋爬，黑棋长，啊，黑棋爬。由于黑棋外面啊特别的厚，而且黑棋这个地方有接应，所以说，这个棋呢，白棋是这边是没有办法去阻止黑棋度过的。比如说搬，那黑棋就一断，啊，这样白棋局部来说也是，啊，这个下面一块儿要死。那么也就是说，黑棋这一拖之后啊，这手非常犀利的一拖，这拖之后呢，白棋的局部已经没有了应手，所以说实战白棋只好考虑这个拖先，比如他先在这靠，那这要靠的意图，大家应该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了，啊，就是他要搬下来，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啊，他要先去阻止黑棋度过，但是这个很明显是逃不过罗喜和的眼睛的，这个是实战黑棋跳。牢牢地把这个毛病补住，也是
最大限度去搜刮白棋的眼位。那最后呢，这盘棋是白棋在下边啊，是虽然做活了，但是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那也是在这个做活的过程中，黑棋占尽了便宜，也是一举取得了局面的领先。那最后呢，罗启和是轻松的拿下本局，成功的杀入四强，也是为老棋手在本届比赛中是争得了一席之地。好的，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棋呢，也是在八强赛之中，谭笑执黑对阵唐伟星，还是和进攻有关的一个局面。我们来进入棋局，一起来看一下这盘棋。这盘棋是谭笑的黑棋，很明显，大家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格局来说是黑棋取士，这边黑棋很厚，那白棋取地，白棋在棋盘的左边，左下角和左上角都形成了两块实控。那这个时候黑棋面临的一个课题呢，就是如何去进攻白棋这四颗棋子。当然黑棋它是在棋盘的右边，很明显是有一片阵势，这个高中国流形成的一个模样，很可观的模样。那黑棋的想法呢，肯定就是要通过进攻白棋来把自己的这个模样实地化。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实战谭笑选择的进攻方式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步调极佳。他是镇在这儿，这招棋呢一下击中了白棋棋形的一个要害。首先他这个棋，我们大家可以看他这个地方可能是存在一点的缺陷大家可能会想这个飞出来会怎么样，但其实这正是黑棋所期望的一个下法这样黑就跳，白棋贴黑棋就退比如说白棋你要是一门心思的去这边出头，那黑棋就顺势的把这个空围住这样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黑棋这个在进攻的同时，比如说他就简单的跳，进攻的同时就把自己这边完全的实地化不仅如此，你这白棋还没有这个完全出头，你要出头的话他再飞这个地方还留一个断点这一小尖白棋局部来说是无法阻止黑棋分段的，那这样白棋肯定是不能考虑的，这个完全是帮助黑棋围控这种下法不能考虑。所以说实战中呢，白棋既然不能从这边出头，那白棋就只有向中府跳接下来黑棋再当头一震像这种震都是进攻中绝好的一个步调。实战白棋刺一下这下刺也是很损的，这边留有了这个靠断的手段，接下来跳黑棋跳。我们看黑棋每一招棋都是堂堂正正，都是震在白棋的这个棋形上这个跳也是堂堂正正，那同时给白棋施加了这个巨大的压力。实战白棋在跳，这个棋形看着比较有意思双方这个像是拐着弯的在这个棋盘的中央出头接下来呢黑棋下法非常的犀利，黑棋点通过这一系列的进攻的手法，我们可以看到谭笑这名棋手他是在围棋上的天赋是非常的高对棋形掌握的非常好，点了一虎让白棋非常难受，白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补上面，比如说走这个，这黑棋就飞过，那黑棋自身呢已经完全的连好这样黑棋自身已经完全连后，不仅如此在这个右下角还形成了非常可观的实地，那么白棋这块棋呢就显得这由于黑棋连后了，白棋就显得愈发的薄弱，所以说实战白棋也是不肯，那他虎黑棋吃，白棋接黑棋搬这样彻底将白棋一分为二可以说这个搬开始吧又进入到了进攻新一轮的这个进攻，那么最后呢也是黑棋谭笑通过对白棋这个大龙的反复的这个攻杀取得了相当大的这个收获，那在右下角呢把这个实地完全做大，也是最后很顺利的拿下了这盘棋通过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盘棋可以看出在进攻的时候掌握攻击的节奏非常的重要，像
罗喜和的那一手托和谭笑的这个在中府进攻的时候的几招拐阵都是下得很精彩。好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就给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感谢赵守勋五段的精彩点评。接下来，我们为您请出曹大元九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您带来2012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4轮，周瑞阳五段和连笑四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呢，主持人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奇人奇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啊。这盘棋呢是由这个连笑四段对阵周瑞阳五段啊，曹老师。好，那个这盘比赛呢是我们今年金立手机杯围甲比赛的第14轮的一盘对局。对，是的。当时这个两队之间的排位呢是，连笑四段是代表苏泊尔杭州队的，那么周瑞阳呢是山东景子队的。这两盘棋呢是双方的主将之战。那么当时两队的排位呢是杭州苏泊尔队是遥遥领先，当太时是远。处在第二位。今天他们发挥挺对，出色的是。那么我那个山东景子九一队呢，今年上半年的发挥不是太好，然后就其实一直很奇怪，一直在保级圈里边，一直没有完全脱离保级圈。那么最近呢，因为就下这盘棋之前呢，周瑞阳的状况比较好，所以他的出任主将是我安排的，曹老师对于这个排兵布将还是很有一套的。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连笑这位棋手，可能有些棋迷是从今年开始就是慢慢熟悉这位棋手了。他很年轻，主要对，是实际上他在前年的时候是代表了我们，山东二队少年队，他也是出任主力队员，就是为我们保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呢是代表杭州队呢是下围乙。是参加围参加围棋比赛，乙，然后呢是他们这个队呢是升入了甲级队。也就是说，连笑今年是第二年出战围甲了，对，是吗？是，前年是他第一次出战。对，然后今年以来他的成长也非常快。好，我好。们现在就开始摆棋。这盘棋呢是连连笑笑的黑黑棋，棋，那么其实我们棋友们可能看见，如果看见哪个棋手是黑棋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是谁是主队，谁是客队。因为现在一般来说，主队的主将的位置都会下白棋。那么也就是说，周瑞阳应该是主队，也就对，是山东队是的我们山主东场。景子九一队的主场。是。白棋挂这个。这个布局不是太常见，最近。对，很少见。对，你说的很少见。但是，对，右上角这样的一个棋形的话，最近下的是比较多的，二尖高架不这个地方这个是吧？但是以前好像都不是这边形状不太一样，好像。类似的也有，对，也有这样是最近，我就是最近出现的比较的，多，因为像最近的姜维杰了、范廷钰了都是我们山东队的队员，就我关注的比较多一些，最近很流行，他们下的比较多。这个是白棋大跳，白棋大跳，黑棋跳一。这个跳一呢，实际上就是瞄着这个地方有跨段。对，他下一步就如果白棋不接着走的话，他是不是直接要靠断他了？对，是这样。最近我给大家棋友们介绍一个最近的一个流行型，就这个地方如果脱先的话，黑棋会下什么呢？是会下在这个靠，靠这个，然后呢，白靠这棋，个，因为白棋的话，这个局部白棋如果说搬这个的话，黑棋，可能是会连搬着这，对，
那么接下来这棋白棋好像不太好，不太好收拾，不算太好下，对，因为你打吃这个的话，它可以藏出来，嗯，你打这个它可以跑，嗯，哦，它跑掉了，它不是从这儿翻吃这样断吃，翻吃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就是这两个变化对黑棋来说是两可的，嗯，就可以选择，根据情况，对，这个你要接上它接上也可以，但是跑出来是更实惠一些，这个很明显是黑棋的失控很大，嗯。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棋形，当黑棋靠这个时候呢，白的是这么一个脱角的一个转换，嗯，然后黑棋是顶顶受，对，白棋搬一个是吧，黑棋搬这个，嗯，可能我放到这儿的话，如果假如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棋友，可能对这棋形会比较熟悉，哦，是哇打这边，嗯，摆的那边，因为这个棋形最近出现的特别多，是的，嗯，你应该也见过很多次，就是这么下出来的，是。那么这棋呢，实际上这个图形，如果没有配合的话，就局部来说应该双方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是现在来说，如果是目前的局面下下成这个棋形的话，因为黑棋这个挂角的位置就显得比较好，对，是的，所以一般的来说，所以作为白棋来说呢，它要防止下成这个变化，嗯，因为比如说白的在这一带夹击一下的话呢，黑的就会在这里靠，刚才就会形成刚才的结果，嗯，那么本局的周烈阳呢是选择了是这个刺掉了，防止人家靠断它，嗯，对，黑棋就牢牢的接住，嗯，那曹老师，这个时候白棋是否可以考虑，比如夹击？可以考虑，我也，其实我也正在这么想呢。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子，白棋跳了之后，假如最初的话，黑棋是跳这个的话，白的应该是当然就会夹击了。对，夹击这个，夹击这个，这个都可以。那么这个棋形呢，稍稍的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嗯，但是大体上来说，这个方向的夹击总是非常大的。对啊，一般总是想到要先拆尖夹这个字。嗯，对，哦，我觉得我也找不出理由，就是说白棋这个夹击是不好，或者说现在一定要下着这个。嗯，只能说因为最近周烈阳的状态确实非常好。嗯。他除了在联赛当中表现比较好，还有什么比赛他下的比较好？百灵杯。哦，对，是百灵杯，他现在是打入了四强了，四强，对对，嗯。他因为是赢了朴廷桓嘛，这样就是已经，嗯，其实中国棋手已经包揽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了，对。对，看来我们自己搞的比赛就是不一样的。人多势众，因为我们这个百灵杯也是一个就是。公开赛的形式，这样的中国的年轻棋手就是能够参加这个比赛比较多。嗯，没错，这个，白棋实在没有夹击，对，他直接跳出来了。这个就是像这样的下法，实际上就是比较有自信吧，就是下的就是状态好的时候，就是下什么，嗯，什么都有，对，就感觉上都挺敢下的。对，怎么下都行，觉得。当然行是肯定行的，因为跳这个的话，我这话反过来说是这样。白棋的下一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点。是的，他先把自己头下下撞嘛，然后撞头走松了之后再来夹击，或者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点。嗯。那么实战黑棋选择了在这边拆，确实这个拆也是挺大的一步，双方都想抢的地方。刚才我们就在说他为什么不逼过来。其实是话讲回来，我还是挺想逼在这儿。对，我也觉得，逼在这儿的话，就他在这个跳的话是就是让对手绝对没可能性再在这里下，逼着对方无路可走了。因为黑棋这是一个硬头，对，比如这个也是个扁的三线，他不可能再在底下车跟着硬了。其实当时加的话，我不知道他怕什么，我还没有机会去问一下周烈阳，这个为什么不反加一下？嗯。其实是可以加的，对，如果按他的这个就是过程来推理的话，可能会怕他比如说从这地方起来，
起来时间白的就跟得下就行了，因为这个子如果白的如果能够把它均吞的话，这个空很大了，那太巨大了、这个这其实黑子好像也应该会下这一段，是这个再跳的话维持也不晚。现在他是跳了这个实战，那么黑棋拆了这些大飞，在这儿，然后白棋下去、下去、下去呢，这个是有强烈的先手意味，他如果说黑棋不走的话，如果这个飞进去、这个太严厉了，看起来黑棋要到处去撞活，比如说他活是这样是能够活、不过这个地方再被他一飞的话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可能黑棋都快哭出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可以单退，这个不好活，因为你不简单挡住它搬，对，所以要活的话只能走到这，那太惨了，被人家搬一下、这个搬还能再做这两目，所以这地方呢基本上黑棋是要走的，但是呢通常来说是这样，这个黑棋是应该下在这尖顶，那白棋要立吗还是搬呢？白棋可能会搬吧，立有点小问题，对，可能会搬，搬的话搬了他再搬住、对，脱先了，是下成这样，那白棋等于说把棋走到这一边来，然后再加击这个子、这可能是周瑞阳的一个设想，我觉得对，不知道他当初没有加这个是不是就是想预想下成这个样子、对，他可能是他觉得这么下也行吧，就是变化比较简单了，对、是的，但实战黑棋没有这样硬，他跳了一个在这儿，这个跳刺的意思是不是跳刺的意思、那我在想他肯定是想的人家挡住了、然后他还要能尝到一下吗？是不是尝不着啊？这能尝得着吗？尝得到尝不着，我觉得他都已经便宜了。如果说回头，比如说他回头，他可能会飞上这。是这样飞的。对，因为有了这两个交换，他就想飞到这，否则的话，你飞被他随手一冲的话，这两个交换怎么都走不着了。对，现在这个飞是个挺好的棋形，当然，棋形上如果黑棋现在马上藏在这也是可行的、对，这个白的棋形不太好，有点难受、白棋、主要是就是还是可能这样，防止黑棋白的在这里冲，对，那么他如果走在这呢，那黑棋是不是就黑棋正好藏就简单就藏了、是吧，对，其实他也可以飞，还可以飞、还是可以飞、他飞的话白棋这个、能搬进去吗？不搬我可以倒爬一下、不就是可以倒爬一下，爬这个你只要不能藏进去我就行，对，这现在显然是藏不进去、气不太够，所以他这个始终就你硬在什么地方的话他这个飞始终是个棋形，对，走的你比较不飞在那里不好受，对，这样的话看起来白棋这块棋挺薄的，对对对，它这个棋其实从局部来说它的着想还是挺有趣的、先跳点一下，对，先看你怎么动、但这个局面下呢后来是周瑞阳的实战是下的这小飞啊，他就转到脚上去了吗还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觉得这地方有点不好硬了、可以了，在这硬就可能就会被或者说让黑棋的意图得逞了，他所以说这是个反击的一个态度，挺强的，我觉得这手棋下的挺好，是吧，嗯，那这个时候呢黑棋他就这样挤过来了，挤这个，然后白棋爬到底下去了，对，这个就这是一个转换，差不多是个转换，是，但是从后面结果来看呢似乎从效率上来说黑的不够充分，略微有点不够充分，是的，但是其实他也有点不好下，我再看了一下、对，
第一，他比如说走这个，我刚想问你他顶的问题。走这个的话，他是瞄着这里边的有一个冲断。是。但是这个骑行下呢，我估计周烈阳肯定也是长进去的。那么黑棋只能冲过来。对，冲过来的话，白棋当然有几种下法，这个也是个棋形。嗯。这样黑棋有一个断点，他很难受，他必须得赶紧补，不补的话要被人冲断。是有被冲断的棋，那他补呢？他其实有先手的一种补法，他可以刺一个。实际上这个下法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跟这个下法很类似，就是尖顶这个。这个是个大熟手，当然一般的棋手容易想到这个，一个冲，一个扳掉。是的。这个呢，手法上比较熟，但是实际上是很类似。差不多，看一下。然后你要爬的话，嗯，我是虎下来。我觉得好像似乎还这个图会好。那这样好一点，这两下没交换的，脚上有可能以后有打结呀。因为他这个地方叫吃的话，对白棋来说负担也是挺重的，因为叫吃。接上，他只能藏进去。藏进去，搬的话应该也能活，就搬，是吧？搬也能活。然后这一粒它补在这儿。因为前面的话，这个先搬一下是没什么意义的。嗯。先搬一下，先不说这个可能搬不了，因为它是一个进击独立。对。接上一粒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然后即便你扳着了这一下，这个扳着了以后，他一路叫吃，你这个子也不好接不回去，还是只能虎在那里做活。哎，绝不要进活，你也只能走到这儿，所以这个不能扳。这样，黑棋得到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下力，然后这一带，他只要活了就行了。嗯，长回去。嗯。接上，然后他一飞，嗯，这肯定是活的。这做活还是很容易，底下这个图，我觉得可能黑的应该是可行的，但是白的可能不打这个会好一些。他就是这样的话，他直接二路搬这个，然后把这个接上。这个黑棋，这个白的可能会比刚才直接断进去会好一些。嗯，不过这棋呢，黑的也能下。也不见得就坏了。对，这样的话，我觉得黑的可能，以我的判断来说，黑的这么下，也许是正解。哦，尖了冲过来。对，哦，不，因为我尖了一个以后，我不见得马上把你这个冲断，我可以接回来，然后就有冲断。你的补的话，这个拆二是黑棋。嗯，这个拆二太大了。嗯，这样的话，嗯，对全局。起码是军事吧，黑棋绝不会坏。是的。嗯。比他实战的要好。大家就是记住这个图，这个是一个变化图，实战没有出现的一个图形。嗯，那么最后呢是黑棋这边是很顺利的通连，嗯，也算比较厚吧，眼位啊什么都不会有问题，然后又得到这个拆二。嗯，对。相比较眼线的白棋这块棋还是浮在上面的。是，暂时还不会受攻击，但是过一会儿多一两个子就慢慢你就要受到威胁了。对，那么这个是个变化图，实战呢，刚才小学给大家介绍黑棋呢是直接就挤断了。对，直接挤在那儿。挤断，假如说白棋就跟着这边硬的话，嗯，在这一带硬的话，确实白的没有什么好的硬色，嗯，不好硬。他不管是接这个，接这个他就很干脆利落冲过来，断打，嗯，断打完了我怎么办？是这气很紧，都是，起码你是不能走在这个位置上，这也被靠掉，太紧了，所以这是有问题的。嗯，但是你走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走这个的话。被黑棋断了，也不是太好。这接下来怎么走？不好处理。是，猛一看是不好处理，但是周烈阳的实战这步棋下的挺好的，很灵活。对。思路非常的开阔吧，嗯，不是拘泥于这个局部的一种棋形。没错。因为现在的话，当然你是不能走这个了，走这个他打了就打回去了。冲了接回去了，对。这不行，嗯，所以黑棋也只能想办法先求联络，是通联，嗯，
白棋拖一个在这儿，他就转到底下去了。对，这个拖是蛮有意思的一步棋。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因为他是这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作为白棋的立场来说呢，他是有这里一个急打，嗯，还有这里一个打吃，但是你现在直接打都不能成立。啊，直接随便打哪个都不能成立，这个打也没意义的。假如现在人家也是活的，对，是吧？然后走这个呢，我们最关键是来看黑棋的应手。嗯，黑棋实战是搬在这儿了，是吧？对。然后黑白棋一接，这样的这个局部实际上白棋和黑棋的棋形不容易下好，是，是吧？他又要防着白棋从这里叫吃。要防着白棋从这里来，然后这里还有断点，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接这个断点的话，他白的很可能就从这里出来，他从这儿冲出来，对，这个他下得很不舒服，虽然脚上能活，但是外面依然没有好。这个不舒服的点是一个，主要是因为这个，你刚才说的对，这个虽然能活，活肯定能活，但是这个棋经的话，你如果要跑。就被他这么加一个，你是很难受。嗯，很痛苦。啊，先被滚打一圈，肯定要被滚一下，或者他不来走，你放在这里，这个走一个先手也很舒服。是，反正把棋底下都活了。那么这个实战是搬了，但是如果你挖的话，挖粘接，白棋似乎是接这个跟长这个都可以下。嗯，黑的都不算。嗯，有太好的后续手段。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他的实战。嗯，接上。这样的，因为黑棋这一带不太好应。对。因为走这个其实棋形也不好，这个地方吧还有几打。嗯。所以他首先在这一带脱线，他搬在这儿。嗯。这也是黑棋的比较无奈这个地方，因为下不好这棋形，被人一冲，然后他扣吃到这儿。对，挖吃，嗯，但这边就有点碎了，看起来。是，这边是吃到两个，但是这边棋形不好。最关键的是，现在白的在这一带走到先手，能够右边先占据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好点，这个菜啊，这很重要，这步棋。嗯，其实之前的话，从这个几之前。可能我刚才提醒大家注意到了有一个变化图，嗯，这个变化图呢是黑棋不是挤这个，是尖顶这个把它冲过来，对，这个结果最后是黑的是走到这个菜了，外围并且黑棋也是比较厚的，刚才黑棋外围比较厚，现在外围这一带厚，但这一带已经有点破碎了，但并且这个地方的位置摆的比较恰当。就差一手棋出去了。嗯，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从右上角开始的变化，从黑棋这个点本身可能蛮有趣的一手棋吧。嗯。但最后到现在这个结果，黑棋的效率不够高。嗯。白棋比较满意。对，白棋比较满意。反过来就是这样说。黑棋跳。嗯。白棋大跳。对，像这样的跳，其实能不跳就尽量不要跳，因为跳了，这个是。没有目的，这个是有目的。可能他不跳，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一般的来说，就是这么跳的棋啊，其实初学的时候老师就应该都教过，就这个带都没有白棋的时候，可以跳一下，然后就反过来加。因为这个跳的时空上的损失是要通过这样的进攻来弥补的。那么实战来说，攻不到，基本上攻不到这个白棋这两个字，实战是这样，他又去争了一下，白棋跳，然后小飞，这个已经实际上应该说，如果说在现在这个局面下，如果黑棋只能这样小飞守一个的话，因为这手棋是不痛不痒的一步棋，看起来有点无力，对，所以说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从布局来说，可能已经是白棋的一种成功，对，因为黑棋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好点可以下，是白棋现在断打这个，嗯，上方看黑棋怎么收拾，不好收拾，对，他靠这个，反正他下不好就一直就搁在那儿，长，尖顶没搬住，
这个黑棋这个搬这个呢是为了争先抢到这个段、通常来说局部的棋形它是利的，是利的话应该说黑棋白棋会下在这个点上、那这上方这两个子看起来越来越薄、有点薄、这个黑棋觉得可能这样不太满意，所以它争先然后要把这个断掉、嗯、白棋断打这个是打吃，打这个冲，这个打吃他已经是决定了就是要准备弃掉这个子。嗯，其实那个如果不打吃单打吃这个的话，可能白的也会挖打这些，挖打他带接住吧。啊，对，他现在当然大同小异的是这个了，他如果不打这个是想接住的意思、但是这个白棋有这个的下法。嗯，对，是因为这个压有先手意味，所以白棋比较有利，所以实战他是先打这个了，把这个打掉，打掉、然后再打、然后再打这个，这棋也是蛮有趣，他非要那么下啊。是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形势不是太好，对、下要撑一点，对，这显然是比较撑的一种下法。对，是，作为白棋来说应该没什么不满意，他直接就把一个子提掉，白棋就牢牢的接住。从棋形上来看，黑的比较勉强一点，是因为白棋的脚步又有空又很厚，这手棋也许有点过分、我不知道这样的下法有没有。打吃这个，白棋得长吗？白棋得长，然后把这个接上。这挺狠的。不，挺狠的话，实际上是他是这样，就是说。白棋有没有就是更厉害的就是这个段、对，这个段的话我是觉得是这样啊，这棋形现在的判断就是黑棋的上方啊，就算这个子也连在一块的，这算它五个子、这五个子实际眼位还是比较丰盛的，本身死活不太有问题，对，所以说你现在白的如果敢于来断的话，这是争之有利，应该说你现在争的话他要跑，是吧？争之有利吧，是可以跑掉。但是黑棋如果争你跑的话，黑棋从这个地方来引争的话，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这个就乱了。哎，对，因为所有的把上方这一带比如说你走这种我全部看清，先把底下先吃掉。那我这个也很厚。也是，这也是一种思路吧，觉得。对。也很难讲。是。那么这个棋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变化，因为这个它实战是虎在这儿，对，这个很明显的可能还是作战有点不利黑棋，对，这等着人家出招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一般都要想要先下手为强，就逼着人家顺着你的路走，对对对，这个时候白棋会出招，白棋是实战是往这里打，接上，打下去，他这个棋为什么要断打一下？他不断打，他就要被他接了，是吗？就要被他接住，对，被接住。这个就是这样，被接住的话，我们可以看见黑的还是有点不好受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退在这儿的话，这地方就被他顺手就一立，先立他一下，先把他眼灭了很多。是，这接下来依然不太好站，看起来。那不，这你肯定要走啊，走完，但他把你这个眼破了，冲吧就，然后他藏在这，活是活的，黑棋，活是没问题。接上，在脚里应该不，这应该已经活了。对，已经活了。这样是不是也可能也是？一种本手没有办法的，我觉得啊，这活得有点惨，他可以脱先，然后也会被人翻粘一下，因为这地方你是还要花一手棋的，对，白棋要补一个，这样绝对就局部来说，黑棋是先手，是，说不定是没有办法，是啊，只能单二路这样搬
搬过。啊，实战是肯定。实战他是断打一下。很勇猛的冲上去跟人家战斗。很勇猛的话，但是有点可惜，就黑棋的棋形上，不够强壮嘛。对。先天有点不足，这个地方啊。白棋这个打吃下的非常紧凑，这个是战斗的一种手气。因为我们现在是看的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长有很强烈的先手意味。是。这如果不走的话，被人家尖了一。对。轻微一逼，我都不知道要怎么。不知道，只能。接下来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嗯、对吧？这个是吧？这个可能是这样吗？哎、对，可能是不是只有走二路去？二路去也不见得就已经就他放你过门了，不走他也没什么，因为这个带是这样，如果说你吃掉，他可以加一拐打啊，加一拐打也行，这个行没问题。那黑棋有点惨，那这地方就不存在你围多少目的问题，你都已经漏到二路去了。主要是这样，黑棋这里虽然吃两个子，这个实控上没增加太多，并且这个这一带的后卫对白棋左右。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说这吃两个子价值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一代被压扁了，黑棋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实战呢，进行到这样的时候，黑棋还是下出了强手，要求双注。对，还是双了一下。在这，白棋把这个粘上了，他直接挣撑不掉，直接挣比较难受，对，挣不了，确实。争子争不了，接上接上的话，就黑棋还是面临这个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肯搬过的一个困惑点，他也还是出现了。他现在不知道怎么走，哎，当场又被白的先又被立一下，又就是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变化又出来了。对，而且这样的话，他还不如刚才那个样子还好一点。有可能是，对。实战黑棋这个搬，他是实战是他很奋勇的搬在这儿，搬这个还是有点过分了。是啊，确实是很过分，因为人家这个不挡住你藏进去，他都是活的。对对对，并且你自己可能很明显就有一个搬下来，对，所以呢，白棋先藏了这个，压一下，搬，再搬。这棋黑棋还是不肯退缩，拐出来，要求在乱战当中寻求一点机会出来。应该说的话，他还应该要补下面，我觉得藏在底下，这个不见得搬、啊，不见得搬。那这个白棋从长计议吧，从长计议，这个地方不能让白的搬下去，这个太勇猛了。他搬了一下之后呢，搬一下之后是为了是这个可以成位，太猛烈了这个下法，因为不搬的话，你走这个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就是说，白了随便，如果算长一个是先手，那当然他可以先搬掉。长一个是先手，那黑棋这个地方太苦了。惨不忍睹。所以他搬一下呢，对，如果对于要跑出这两个子而言呢，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秩序。是。就他搬一下之后，再把这个拐出来。然后白棋顺势。但是这个地方。作战还是为就是看不到黑棋有利的一面，前景不太光明啊，看起来。因为这个你看这样的棋形都是对黑棋来都不太好，因为这个地方脑袋被打下去了，虎一个，拐出，并且现在正好被白棋搬下，只能粘上，这看起来实在是有点惨，黑棋断了一下。对，这个其实黑棋也是奋力的一搏，拼搏。因为这其实这样，我们看这个断点是不能成立的，它一爬就行了。你简单的就是气不够，你要接上它接着这，你气不够。那么你要补活的话，那可能补活也是后手长一个，补活就苦了呗。人家打完了，你这依然还得补一个。然后这个如果被白棋简单接回去，黑棋。就自己跑出来几个空也没有占着，因为这个被搬下去，这两个字还在白棋的嘴里了。所以他非要下长手来，对一段。显然是比较勉强的下法。对对对，这个棋
如果说白棋贪吃的话，是可以，好像是能够把黑棋吃掉。是，然后是怎么点吗？还是唬住？还是扳呢？好像都可以，都可以。那我就随便摆一个吧。就是如果是虎的话，他也不活了。虎对。但是这个地方也还是挺糟糕的，实际上棋形上外围啊，吃了也不见得便宜。中间被人家对当中一拐就难受了，已经。对。他这个可以先不走，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家的话，他说不定会更难受一点。是，对，还可以铺完了再铺这个，然后把它滚成一团。对，是这样。哦，单加一个，他就已经很难受。有问题了，是吧？是，已经不太好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如果看作是先手的话，因为本来的话从局部来说，他是加一个，这里就有个冲断。是。所以这棋可能还是有问题，不能随便外围。就是实际上我是走最熟的，就铺了打掉打掉一虚家。棋子这个都是白棋都不见得便宜，所以我要摆这个图的意思就是黑，白棋不要去贪吃这个，就像实战他那样，就唬一个就很好，把这点自己先跑出来。然后黑棋加这个。加这个白棋接，白棋搬啊，先搬啊，把中间那个。这棋是我还有点疑问，是不是应该挤掉这一下？挤掉的话，它是粘它粘哪个？粘这个？应该是粘一个，就是、粘这个。然后要走什么再走什么，但这有一个子呢，可能就这个子就不太好跑了。对，被蒸掉了。是吧？对。但是正好被蒸掉。但是有了这个的话，这一代黑棋的棋形好，白棋不太好，有可能是应该挤掉的，它不挤掉是这样，最后形成了被白棋滚包了一下，那打吃这个，打这个，然后打这个跟打这个是一样的，是其实是一样，提掉，打吃，黑棋接上，白棋再把这个接住，黑棋叫吃，打吃，然后白棋接一下。接一下，其实黑的上方要活的话，相当苦。相当相当苦。他如果说要做眼的话，就太惨了。后来也是这个，也是等于也是这样。他实战是长了一个。长啊。被打拔掉了。对。长的话，因为白的也没活，只能先打拔掉。打拔掉，但是反过来说，黑棋还要补活，就这地方一点还是死的。对，所以他。先尝了一下，这就反正是得补气。对，尝肯定是要尝的，因为黑的白的如果不跟着硬的话，黑的在那边一二路力还是先手这个。对，这挺大的，所以还是肯定白的双先，可能是要走。白棋走之前先点一个，然后再一路搬。再搬，双先管子一定要抢掉。这个没办法，黑棋这个做活，但这棋。肯定白的是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实战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开局到现在为止，双方的子力的接触主要都是在上边，左右两个角。其实我觉得两个角的变化，黑棋都是吃了下风。对。然后。本来这个地方黑棋稍亏了一点，被白棋抢到拆二之后呢，对对对，他这个就走了两下，先搁那儿了。然后这边呢，他又想用墙，但是用墙了之后效果并不是太好。对，因为现在你看这三个子，现在这三个子实际上被白的这么一吃的话，很大，目数很大啊，都很大。然后你还要将来你可能还要花一手去度过，对，度过你本身是后手，是的，他可以脱先，因为你这个子如果跑出来，我可以冲掉。所以这地方还是白棋的目数比较大，是，黑棋这一代其实没什么收获，它的收获主要是这一代它有了这个子的话，这个算是黑棋的空。这黑棋全盘能数得出空来的，也就是这块，对，这块其他就是很零散的几目棋，这就四目，对，这地方也就是能数得出来的，肯定十目不到，对，可能这个加到这可能差不多有十来目左右，比较惨。
说不出目，但白棋显然是前景比较光明。是是，现在黑棋这个地方还薄，他只能这样连一个，不连的话被人家穿断了，对，快死了。对对，穿断是随便都穿断了，他随便走一个这个都穿断了。是，白棋随便下一个都很容易断掉，被他走回去一个，补一个。现在是白棋先手，这个太大了，觉得。对，收根。假如说这个地方这手棋可以省出来，黑棋能在这儿走一个的话，那觉得这局面还不能说白棋有多好。省出来，那当然省出来，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本身也是挺大的。是啊。那边只等于几个子都是掉了。当然这个是不会死，不过这个。这手棋本身也不是说就有那么大，如果真有特别特别大的话，黑的可能早就可以抢了，比如说先冲过去抢，比如说走这一类的棋，是吧？这个应该还是要补的。对，这显然是黑棋比较惨。黑棋后来这边的处理，如果他是这样下的，实战搬这个，进程上可能黑。那黑棋也是算最强硬的，对，但是他一直没有很有力的劫财，是吧？白棋比较厚实，主要是。对，他如果黑的黑劫财有力的话，他会比较好。就这个一个劫的弹性就比较足了。对，他现在是走这个吗？冲出来的。没有先提劫，提劫的话他还被挡住了，被挡住了。是。他现在出来了。黑棋虎，白棋提劫。他虎的话，你如果你走上去，他是不是要开劫了？他会给你开劫了。是。他怕开劫，是吧？这个是，这样的靠劫是。对。劫财，如果没有这两个，直接开劫，你再靠的话，他就把这个接回去。这瞎虎，你肯定是走不着。你再虎，人家肯定从那儿走过了。所以他虎的话。脚里有劫财了，如果白的跟着硬的话呢，他这边黑棋劫财比较多，所以白的是提劫，是吧？黑棋飞一个，飞一个，挡住，提回去。这个然后白棋飞这个，在这儿，靠，靠是为了给白棋留下一点余味，就是这个子以后很明确的一跑就跑出来了，冲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当然也可以了。就是，但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就跑不出来了。他是先损了一下，对，就可以跑出来。这个地方因为黑棋交换了这一下，所以白棋的话，他要防止黑棋就是这里跑，这个子跑出来。对，所以他也想让黑棋难过一点，他先接这个。让你难受一下。如果说黑棋冲，那他接着也接一下，这样跑不出来吧？他尖是不是飞一个飞死了？好像是飞死了。有可能死，但是也不是说绝对就。但你跑这个的话，他往这边走，你就很难受。这棋就很不太好逃。有这个我就不太怕了，因为本来的话，我一走，我这是命令型。你就不能别的想法，或者走这个，或者走这个。你走这个的话，这一带没有用的。你现在再走这个，他就跳过，甚至挤过都可以。对，这个打吃是先手，对，反正就所以说那个棋，他现在是你的硬手。你肯不肯下面亏一点？这么明显亏目了。这是一种心情上来说，黑棋不愿意下来这，所以他实战黑棋就出来了。大吃提掉，然后立了一下，在这儿。对，他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可能。先立掉，接回去，然后接出。这个靠有点损。确实。但是只能说这类人挺敢下。不能说我还是就对这样的棋，我一般都是这么评论的，不能说它是好的棋吧。不提倡大家学习。不，就是，
他胆子特别大，就是这样的棋，因为省在先，然后他就这头就走到这了。对，作为白棋来说，假如是能带下来这里，他也总是好的，因为这两个碰是他是亏的。对，嗯，其实他单下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嗯，不是，他这个呢更牢靠一点。嗯，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不敢动。对。现在这一代，如果他动，他搬下去了，对他也可以搬。嗯，就这一代白的先手还很多，因为你这个地方气很紧，这四个黑棋，所以不敢随便动，也只能立。立完之后呢，白棋也有一定的，虽然他有亏损的一面，但他也有就是也可能会便宜的一面。以后他比较简单的，他可以一手就挡下去。嗯，这一代要成功的时候，他下的比较容易下。也就是说他靠完了、如果挡住的话，他这个靠也不损、不一定亏，这是一个。然后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子之后，这一代多多少少会显得厚一些。那倒是，确实一会儿战斗的时候可能会起到很大的用场。对，乖，跳一个、这种地方他下的白的棋还挺好的，不是跟着这么下，各是这凑黑棋的步调、所以他把棋下干净，要自己连好，要求联络。对、这个刺也是一个机会吧，趁机就是把这一带的薄位补掉，因为你如果接它总便宜了，是。然后你黑棋如果反接呢，它趁机下后，实战就黑棋顶了一个白的长位。黑棋飞。嗯。然后白棋挤上去了。这个挤的时机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挤夫是不是太亏？对黑棋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劫。是。黑棋这节不能输啊，对，然后对白棋来说呢，他好似乎就有点无关痛痒，挡住，提掉大吃，对，接上，白棋下得很从容，就在这儿震一下，他觉得就够了，他如果能在下面白的能连下两个、白棋就已经满意了，没错，确实，底下空围住了，它木就够了，而且还危险一上面。其实这一带不太亏，是什么个原因呢？它实战是下在这儿了，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消劫的一个手法。对，那本来它是可以吃在这儿，如果就普通按木数来说，吃在这儿一打吃就把它吃了。那吃在这儿的话呢，白的因为这个是先手，对它，然后这一带白的。非常厚，你这个打刺的利用就没有了。他挤在这儿的目的是，他要这个打刺的先手。对，他打刺完这儿，想冲两下，粘上，一起接触。这个棋形呢，实际上虽然说，白的做了个劫，最后是被黑棋打赢了，但是白棋能够在这里实在是连下两个，然后并且这里实际上不太亏，因为大家记得最初上个这个棋形是这样的一个棋形。是，然后等于是我走这个的时候，你这本来白的也挺讨厌黑棋这么钻的，然后你跑去那儿挤了一个，黑棋在这里补了一个，接上，挤，然后挤，他等于扑了一下，白黑棋亏的呢，白棋亏的就这个打吃，本来应该在这里打吃，他这里打吃，就是稍微亏了一点点，这是他唯一亏损的地方，对，然后白的当然得下的非常简明，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两个跳，黑棋跳这个，一跳，白棋飞，飞这个，黑棋靠这个，这个靠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黑棋步调已经有点乱了，他这个时候就已经不知道中间这块棋该怎么办，你这提人家一粘还是先手？因为现在确实是白棋形势比较有利了，对，就是控上来说也是白棋有利，所以这个棋，这个黑棋只能是这样的跳，就是从必然性来说，包括这个样的靠，我觉得是不一定有的，因为这个地方确实这不太成立的感觉，被他一靠，亏很多呀，然后他好像又不能走了，是吧？是啊，他又不敢走，他打上去了，打上去，你看这个。本来当然，现在打上去他是为了这个，他就接上。如果接上的话，他有这个冲出来的棋。冲的话，白棋虎。对，如果是你虎，对，等着你虎。他要把这个子冲掉。他是把这个可以打下来。这样冲吗？打下来。哦，打下来。
这个你断这个的话，它是它想的是这样的一个图，有一个。哦，它可以这样想。对，就是。哦。穿。那这个太成功了。穿破，对。那么郭泽奇呢？现在你早打当然黑的是不肯打的，嗯、这个地方官司也亏，也没什么意义。是。但是你晚打的话，现在确实打不着了。这周瑞阳肯定是不会中刀的。他就搬到这儿。嗯。然后黑棋还冲一下。对，对虎。嗯。提劫。提劫，他白棋这儿提。白棋这儿劫、嗯。黑棋急打。黑棋打。然后再提回来。嗯。啊，打吃了一下。嗯，就打吃，直接不离都可以。如果白的简明起见，还是把这个接住。啊，其实这块就死了，还是。但是他现在没必要。嗯。提这个。嗯。反正他这儿有劫财。劫了是吧？不着急。提劫。他提劫，提劫的话，实际上黑的也是。已经在拼命死撑了。到底这两个劫，就是说他是提这个劫的话，是为了在这里，做一点。文章，嗯，所以他要提劫。本来的话，照理你提劫，我提劫，你肯定不能再找劫，走别的地方找劫。提过这个劫，他就提这个劫，这连环劫嘛，等于说是。所以现在黑棋提劫呢，他是想着这个，他想把它间断、嗯，这里做出一个劫来。对对对，啊、嗯，那这个劫的话，嗯，黑棋也相当重。嗯，黑棋打输、嗯，脚还没活，并且他的劫财未间的有利。是啊，黑棋在这儿找劫、嗯，这个现在肯定不是劫了、嗯，人家粘上了。提过来。嗯。白棋。然后白棋冲了一个。嗯。黑棋粘。白棋提。提。他冲这个。嗯。挡住。踢掉。提过来。白棋粘这个。粘这个。这个是。嗯。是劫财，他就渡过，否则中央都死了。他提过来，现在黑棋呢劫财的话也不太容易找了。嗯，因为白棋这个还是劫。是啊，他这一大堆劫财、嗯。对对对。所以黑棋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立下去。你要先把这吃了，但是白的这个劫上收获太大。嗯嗯，这现在已经不太行了，黑棋。对对对。他跳点嗯，跳点一个黑棋劫，不是不，这个也不能被夹着吃，只有走回去。白棋很冷静，就把这个吃掉。对。他就告诉你这个劫。不，他要吃，否则不黑棋是活的。哦，冲过来这样冲这个。这个提子先生。哦。他把这火，所以他这个。提这个。然后他是点一个。对他点。点一般就死了。嗯。一般就死了。对。他只有走这个，没错，嗯、白棋提这个，下到这里的时候，黑棋就没有再继续了。确实也继续不下去，是不行。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嗯，这个棋形这形式是这样的，嗯，如果说即便你提的，就算你提回来，早就提回来，对，白棋只要走打吃这个。不干别的、这个，就把这个就夹住就行了。这样的空，这个盘面白棋都赢很多。是，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确实走到这儿的时候，白棋提劫的时候，黑棋就投掷冷负。对，嗯，最后呢，这盘棋的结果就是直白的周瑞阳、嗯、中盘战胜了连笑。嗯，这连笑好像之前在连四代的这个。成绩挺好的哈。对对对，嗯，是。好，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感谢曹大元九段和裘丹云二段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棋行天下，其乐无穷，我们下期再见。